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来追求，来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必然施行伟大的神迹在我们的中间。所以今天早晨，今天晚上，让我们先用敬拜来到神的面前，全心全意的敬拜，从早晨到夜晚，我们的心向神就是这样充满了感恩，充满了喜乐。即或今天你有重担，你有压力，可是好不好，让我们仍然选择来赞美神。让我们赞美神，每一次我们赞美神，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就要经历神的恩典满满的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唱这一首从早晨到夜晚，然后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自由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早晨，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今晚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地海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早晨，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我仍要歌唱，上帝阐明我心意，敬拜化成一首歌，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地海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再一遍，早晨我睁开眼睛，渴望聆听你声音，心中思想你的好，更多与你来亲近。夜晚，夜晚，我仍要歌唱，向你阐明我心意，心中思想你的好，单单要唱给你听。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地海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从早晨，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地海永不止息，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我的主，我爱你，我要夸你的爱无止境。我的主，
从早晨到夜晚，从旷野到高山，亲爱主，我要称颂你美名。从早晨到夜晚，你爱永不止息，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主，一生紧紧跟随你。哈利路亚，让我们自由地来敬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耶稣。哈利路亚，早晨当我们打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赞美神，是神的恩典。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这样自由的、喜乐的来赞美、歌颂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所有对了，自由的歌唱。哈利路亚，用你自己的声音，自由的向神来歌唱。咕噜萨巴拉利亚，西格里亚拉玛，苏拉西格里亚三达勒克，哦呀拉苏拉卡苏克西，拉萨拉苏克耶稣，耶稣要来敬拜你，主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扬起你的声音，哈利路亚，扬起你的声音来，哈利路亚，就这样来向神歌唱。耶稣耶稣耶稣，哦耶啦，西格里耶啦，巴巴巴巴，斯格拉嘎巴，西格里耶啦，巴巴巴，西格里耶嘞，哈利路亚，耶稣耶稣，我们要赞美你，哦主啊，凡在我们里面的，主啊，我们都要赞美你。主，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谢谢你是我们的喜乐，主，你是我们的生命，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是我们的高台，哦，主啊，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森，主啊，有何神像你？又何曾向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主啊，所以为着你的伟大，主啊，我们要来赞美你，要来尊荣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塞勒勒，古拉卡帕拉卡帕，西格里亚拉巴修科拉卡帕，西格里古里亚拉巴，西格里亚拉拉的尤科波，西格里耶亚拉西格里亚拉拉的尤科科古里尤科波什，古尤尤尤尤拉卡西克里里里亚拉卡索拉斯。来尊荣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今天晚上来尊荣我们的神，高举耶稣，哈利路亚，高举耶稣，哈利路亚，西格里亚拉巴索，西格里亚拉巴索，格里亚塞格，哈利路亚，我们高举十字架，哈利路亚，西格里亚卡萨卡拉卡帕沙卡亚拉卡帕塞德，格里亚拉巴巴索，格里亚西格里亚拉巴修科沙亚拉塞。Kapara saka pararia kapa, kururia kapa papa shuru kapa shuya lase, kururu kapa sohuria se. 主要来赞美你，主要来敬拜你，我的救主，我的神啊！哦，亚拉西基亚卡帕塞耶勒，耶稣要赞美你，主要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怜悯。哦呀啦西基，库拉萨帕拉利亚山呀啦玛塞，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哦山呀啦巴西格里亚啦巴索库拉卡巴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叙利亚啦巴巴巴巴巴塞。Rakapa, Syria, Rariaga, Papa, Papa, Suko, Rakapashirin, Go, Rakapa, Shigriana, Papa, Shana, Yaga, Pashirin, Hallelujah, Yesu, Yesu, Tua, Sheshini, Sheshu, Gro, Rakapasho, Rakapase, Hallelujah, Hallelujah.哈利路亚，哪里有敬拜，哪里神就设立他的宝座在其中。今天晚上，我感觉神鼓励我们，要我们知道他有何等的爱我们。有时候我们怀疑神的爱，我们觉得神好像没有那么爱我。
可是神的话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神的爱，神的爱是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临到了我们。在我们还那么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缺点，有时候人也不看好我们，人们贴标签在我们身上。可是主说，就是这样的你，我爱你，我拣选你，我把我的救恩给你，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我带领你，带领你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里面。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虽然在其中有的时候你觉得会有重担，会有压力，可是任何时刻，当我们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学习抬头仰望神，你就会发现，其实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走在这十字架的窄路上面，而是耶稣，耶稣他牵着我们的手，他带领我们走过这十字架的窄路。有的时候这路窄到让我们觉得我们力不能胜，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不晓得该如何往前。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做一件事，就是紧紧地抓住神的手，知道神他没有放弃我们，神没有放弃我们，就在我们最不完全、最软弱、最失败的时候，神的拣选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为自己再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意向，来走这条十字架的窄路。即或有的时候我们跌倒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可是我们知道神，你一直在我们的旁边，你都没有离弃我们。所以我们要抬头，我们要仰脸，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不要嫌这个路太窄了，要相信神有他的恩典在你的身上，神的力量也在你的身上，神的信实没有改变。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合意来祷告。哈利路亚，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求神赐给我们信心，求神扩充我们的度量。哈利路亚，让我们坚定地来依靠神。哈利路亚，向神所说，坚信依赖神的，神要保守我们十分平安。哈利路亚，希克利亚拉巴巴巴，哦，苏克西亚拉玛西亚拉西，古拉希克利亚拉玛苏克利亚西，耶稣耶稣，对了对了，让神的爱更多的来充满。哈利路亚，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哦，神的力量来充满我们。古拉卡帕希克利亚拉巴苏克拉利亚西耶，哦，耶稣们，谢谢你的拣选。主，谢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的怜悯，主，谢谢你的慈爱。哦呀啦巴西格里呀啦巴巴巴巴巴巴巴西格里呀啦巴巴巴巴里呀嘎巴西格里呀啦巴巴西里勒勒里呀啦啦，格里呀啦西格里呀啦啦里呀嘎巴巴巴巴西勒勒里呀啦啦西。主啊，我们要坚定的依靠你。主啊，我们要坚定的依靠你。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的手不放开。主，我们要紧紧的抓住你的手不放开。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是满有恩典的主。哈利路亚，苏克西亚拉塞克，耶稣你永远的神。库拉卡帕拉利亚沙卡拉卡帕西格里亚拉巴塞克克，库拉卡帕西格里亚拉帕帕巴斯，库拉卡帕西格里勒，库里亚拉巴西格里奥，亚卡卡卡沙卡拉卡巴西格里勒勒，库里亚拉巴西格里奥，拉卡巴西格里亚拉巴沙卡拉卡巴塞。主啊，主啊，主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紧紧的来抓住你。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在我们失败、我们跌倒的时候，主啊，你没有放弃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哦呀啦，西克里呀啦巴，西克里哟，拉卡巴西呀啦西克。哦呀啦巴西里呀啦巴，苏克西呀啦西克提。Kura kapalaria shigriya la baseke, Kura kapalaria shokose, Kura kapara kapashigriya la papapaseke leke, Kuya kapasho kora kapashigriya la papapase, Kuya kapashigriya la sokuria steki.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Yesu, Yesu, yala sehi, yala maste yele.Oh, Yesu, yala kora ka
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耶稣，库拉卡帕索，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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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想到保罗的话，告诉我们，他断不以别的夸口，他要夸口，他就是仗着十字架来夸口。所以我感觉今天晚上好像神也提醒我们，有的人你在人的面前你若认主，主说在天上主也必认我们，说的是也许有一些人在你的信仰生活里，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敢跟别人来分享神的自己，因为我们觉得别人也不会相信，而且像我也没什么成就，也没什么见证，我讲了没有用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选择安静，我们就选择沉默。可是我觉得主提醒我们，也许有的时候会有人以我们的信仰为羞耻，有的人会笑我们的信仰，可是即或在这样的时刻，神要你坚定，在你的家里，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社区，在你的所在之地，你要刚强，不要以十字架为羞耻，不要以我们的主为耻，不要做一个沉默的基督徒，要抓住你的机会，分享福音，分享耶稣的爱，分享耶稣坐在你身上的见证。当你开始往前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你以为我的家人都不会相信，我的朋友会笑我，可是其实不尽然。当你勇敢地为神发声的时候，神要让你经历，借着你，你可以引导一个灵魂来归向我们的神。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的喉咙都没有卡着一只青蛙，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开口来宣扬福音，为主做见证。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使用我们。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没有轻看我们自己，我们看见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人，弟兄姐妹，他们如果没有相信耶稣，他们就不会有平安，也不会快乐。所以求神使用你，使用你在你的所在之地，可以借着你成为多人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勇敢地成为福音的出口。这个时候，让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求神来使用我们，大大的使用我们，借着我们来得着许多的灵魂归向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是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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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是的，啦啦啦啦，是的，耶耶耶耶耶，耶啦嗦，耶啦嗦，啦啦啦嘛是，来，耶啦嗦，可是耶啦，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主啊，大能的使用，使用我们每一个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挪走我们心中一切的小心，哈利路亚，一切的胆怯。奉主的名，主啊，释放，释放每一个人的口，主啊，成为福音的导管。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主啊，乃是为主，为着主你而活。主，因此我们相信神啊，你要做工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今天晚上我奉主的名，主啊，无论这些主啊弟兄姐妹在主啊散居在什么样的地方，我奉耶稣的名，主啊，主啊，我们就是祷告，主啊，我们就是将来相信，相信你的恩典，相信你的怜悯，相信你的信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主啊，让福音可以遍地开花。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求你使用。使用每一个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让福音可以传到地极，主啊，我们就这样来相信，要使用每一个你的孩子，主啊，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主，有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来分享，可是主啊，我相信，我相信你要叫哑巴的口能说话，哈利路亚，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我们这样相信，大能的使用每一个在网络上的家人朋友，借着他们在世界各地，主啊，主啊，要为你，主啊，做盐做光，主，我们要赞美你，哈利路亚，主的荣耀要更多的充满在每一位的身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
主要赢得我们每一位主还没有得救的家人，主啊，哈利路亚，主啊，主啊，你放在我们周围的这些朋友们，主啊，奉主的名来祷告，奉主的名来祷告，来相信主啊，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让福音万民的意象要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让福音万民的意象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有更多的人他们可以来信靠你，可以来认识你，主他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因此我奉主的名，主你要得着许多的器皿，主因此我为着在网络上所有的家人朋友们，我来祷告，奉主的名求你来制作我们，制作我们，哈利路亚，来使用每一位，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成为你的大能勇士，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神啊，让我们不轻看自己，主让我们坚定的来倚靠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利亚拉巴斯利亚拉巴塞，主我们赞美你，让福音传到远处，也传到近处，哈利路亚，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的怜悯，谢谢主，谢谢主，卡巴斯利亚拉巴塞，哦哦，希利亚拉巴斯，哦利亚拉巴斯，希利亚拉巴塞，库拉卡巴拉利亚，希利亚拉巴修，库拉卡巴塞，库拉卡巴希利亚拉巴修，库拉卡巴斯利亚拉巴塞。谢谢耶稣，哦，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胆怯。主耶稣为什么让你在家中成为第一代的基督徒？神有他的美意，神要借着你。你知道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你的丈夫，在你周围的人，神把他摆在你的旁边，绝对不是突然的，所以要有信心，让我们将来依靠神，你会经历到原来神真的是借着你、你的话语、你的见证来影响他们要归向神。今天晚上我想到神的话也提醒我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杜姐，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救了，我们被神得着，我们也爱神，我相信我们也期待神可以借着我们，好像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也许在近处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可是在远处也许是更远方的这些朋友。所以杜姐妹，神怎么样可以使用你？就像这经文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落在地里死了，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更多的向我们的己生命来死掉。我们的己生命有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私，有许多我们的软弱，可是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主啊，主啊，死在我的身上发动，主啊，生才会在别人的身上发动。所以我们要让自己更多的降服，主你让我更多的降服，更多的降服，你会发现在你的身上主有一个计划，主有一个命定，可是如果你若不死，神复活的恩典没有办法从你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好不好，让我们为自己祷告，主你把一个降服的生命赐给我，帮助我愿意更多的向着自己死掉，好让你复活的能力、你的恩典、主的生命更多的充满在我身上。我相信当我们这样祷告，将来相信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神，充满了基督的荣美。好吧，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把一个降服的生命赐给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西利亚拉巴，哦，亚拉索，西亚内西基亚拉，来比西提亚萨玛西亚拉索格里亚塞，哦，拉西亚拉，哦，耶塞耶内，主啊，让我更多的降服于你，主啊，让我更多降服于你，克罗拉西利亚拉，哦，塞耶，主啊，你要得着那个降服的生命。主啊，你要得着那个降服的生命，哈利路亚，哦，帕帕帕西利亚拉巴塞利勒，主啊，拿走我们里面的骄傲，主啊，拿走我里面的自私，主啊，拿走我们里面的愤怒，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一切的私欲，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哈利路亚，奉主。
稣的名，主啊，你要得着你的每一个孩子，主啊，赞美你，主啊，破碎我们这个人，主啊，更多的破碎我们这个人，好让我们这个人可以降服在你的里面。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来西开亚拉苏胡里亚拉巴西克里亚拉巴西克。谢谢耶稣，谢谢耶稣，来给你耶稣口舌一样啦，耶稣的同在，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恩典，哦呀啦，西格里亚拉巴。对了，我们继续的赞美，继续的赞美，哈利路亚！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能力要充满你，哈利路亚！生命要吞灭一切的死亡，哈利路亚！让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一切的己生命，在敬拜赞美当中，可以更多的被破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神可以全然的掌权在我们的里面。哦，又靠西克里亚拉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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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克里亚拉巴。耶稣的得胜，耶稣的能力，耶稣的同在，哦，耶稣的奇妙，靠亚卡帕西克里亚拉巴西里里，不里奥的卡帕西克里亚拉巴西里里呀，主啊，主啊，主啊，求你炼净我们，主啊，求你破碎我们，主啊，更深的炼净，更深的破碎，主啊，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让我们的魂生命可以更多的离开，主啊，让你的自己，让圣灵的同在更多的浇灌，哈利路亚，让我们的里面充满，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属天的思想，哈利路亚，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的怜悯，主啊，让我们全然降服在你的里面，谢谢主，谢谢主，哦，有口信可以让他把谁，也让他把神，他让他把谁，哈利路亚，我信，也让他把把把把把谁。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怜悯，感谢主的信实，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要高举神的全能，我们的神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那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我们为什么有信心可以祷告？我们为什么有信心知道我们的祷告不是好像达不到天上？我们祷告不是对空气说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在我们中间，他没有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我们要这样来高举主的名，来宣告耶稣宝血的能力，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全然的医治。今天晚上你的身体要得医治，你的心灵要得医治，一个内在的医治，一个外在的医治要充满在你的里面。当我们有信心，弟兄姐妹，我们要像那个切求的寡妇一样，她不断的叩门，向神叩门，叩门，叩门。主说祷告，我们要祷告，不可以灰心，要常常祷告，不是一次的。所以当我们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经历神行伟大的神迹，那个医治的神迹在你的身体上面，在你的家人里面，那个经济的神迹在你的身上。所以好不好，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要充满信心，主，我相信你没有改变，你今天可以医治我，你可以医治我的家人，主，你把这个信心给我，让我不因为长期的好像常年因为这个疾病的折磨，我就软弱了，我就放弃了，我都觉得啊，这个没有用。不是，弟兄姐妹，要继续的祷告，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好不好？所以我们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敬拜神，可是也用这首诗歌，我们祷告祈求神的信心，那个得医治的信心要更多的充满在我们里面。阿们。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
稣，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心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比你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再来一遍，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心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耶稣你宣告就得自由，耶稣你触摸就得医治，伸出你的手怜悯释放我们，主我相信你是加的大能，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是心拯救，耶稣你双手医治，在你必定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所以我要宣告耶稣你赐我生命，耶稣你赐下丰盛，在你必定没有任何贫穷羞愧，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我相信耶稣你心神奇，哈利路亚！让我们为着神要行神迹这件事，我们再次的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耶稣要行神迹，哈利路亚！是出人意外的神迹，那个内在的神迹，外在的神迹。哦，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你没有改变，主你没有改变，所以我要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为着神荣耀的救恩，神医治的大能，我们要大大的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格利亚拉巴索拉嘎巴，我相信在敬拜赞美当中，神啊，你要释放你医治的膏油。哦，亚卡帕巴西利亚拉巴西利亚拉巴修克，主啊，让我
们不介意人世间耶稣，主，我们相信你是最伟大的医生，所以我们要情辞迫切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祷告，我们要向你呼求。哦，阿爸，阿爸，阿爸，我们呼求你，呼求你的医治，医治的膏油。主啊，就在敬拜赞美当中，主啊，要大大的领导我们。哈利路亚，克罗西克利亚拉巴西克利亚拉巴西奥拉拉拉里亚卡巴西克利亚拉巴巴巴巴拉卡巴亚卡巴西卡亚卡巴西克罗拉卡巴西克罗哟哟哟卡西里亚拉巴西奥克西克利亚耶雷。哦，耶稣，我要来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主啊，赞美你释放的能力。哦，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是最伟大的医生。哦，哟哟，来西克利亚拉巴西卡亚拉卡卡塔卡巴西。主啊，主啊，主啊，是哟，拉卡巴西利亚拉巴西，哈利路亚，哦哦，耶稣，耶稣，耶稣，我要向你祷告，主，我要向你叩门。哦，主啊，求你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主啊，求你从锡安伸出你能力的杖来，那个医治的杖来，哈利路亚，卡纳西利亚拉巴哈巴西勒。主啊，主，我们赞美你。主啊，就在这个时刻，主啊，把得医治的信心赐给我们。主啊，把得医治的信心赐给我们。哦，用口吸气，亚拉巴巴西勒。主啊，让你的儿女没有软弱。主啊，让你的儿女没有放弃。哦，主啊，主，我们相信。主，我们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哦，用口吸气，亚拉巴索利亚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得胜，耶稣的得胜，哦，耶稣的得胜是我们的得胜，哈利路亚，耶稣的得胜是我们的得胜，哦哟，西基亚拉巴巴，西基亚拉巴，西基亚拉巴西，主啊，我谢谢你，我谢谢你，哦，主啊，我赞美你，赞美你的恩典，赞美你的救赎，赞美你宝血的大能，哈利路亚，受苦。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可是主，你要大大的得胜，主啊，你要大大的得胜，主，我们要赞美你，主，我们要赞叹你一切的作为，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每一次我们祷告，我们就是求神把那个信心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只要相信，一点都不要疑惑。弟兄姐妹，当我们疑惑的时候，我们无法从神那里得着什么，所以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要为着写在聊天室上这一切有所需要的这些病人，我们身上的疾病，或者我们家人的疾病，或者我们也许是经济上的问题，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孩子的关系，亲子之间的问题，任何的问题，弟兄姐妹要相信，即使你没有写上来，上帝都知道。可是呢，我们要为着这一切写在聊天室上，这一切的需要，我们按手在其中，我们要当大大的呼求神，我们要呼求主。弟兄姐妹，神说，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们这样子呼求主，神的拯救就会在我们身上，所以好吧，这个时候让我们就为着这一切的需要，我们再一次的情辞迫切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祈求神医治的恩膏来临到，哈利路亚，耶稣要治好一切凡来到他面前的人，哈利路亚，耶稣要治好一切凡来到他面前的人，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就这样充满了信心。哦，亚拉西克里亚拉巴西克，古拉卡巴西克里亚拉巴巴巴巴拉卡巴尤卡巴西里亚拉巴。哈利路亚，无论你用悟性用方言祷告，就是这样全心来到神的面前。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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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奉主的名要斥责一切的疾病要离开，奉主的名斥责一切的疾病要离开你的儿女，奉主的名斥责一切的疾病离开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一切从仇敌来的压制，从仇敌来的攻击要离开。哈利路亚，撒开亚卡巴西格里亚拉巴塞勒勒，耶稣你要大大的得胜，耶稣你要大大的得胜，战胜仇敌一切的攻击。哈利路亚，主啊，你要为我们释放那征战天使，主啊，为我们释放那征战天使，为我们征战得胜。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宣告以色列的支派中没有一个支派是软弱的，神的儿女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奉主的名，主啊，我们要刚强，主啊，我们要赞美，要得着从你来的医治。哈利路亚，基利亚拉巴巴巴巴巴拉嘎巴亚嘎巴西格里耶亚嘎巴塞勒勒，你怎么奉耶稣的名？主，我们赞美，我们祷告，我们奉主的名，主，我们要斥责一切的癌细胞要离开你儿女的身上。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斥责一切的癌细胞。哈利路亚，主啊，你要医治脑癌，主啊，耳鼻喉的癌症，主啊，那个眼睛肌瘤。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那个肺癌、大肠癌、胃癌、胰脏癌，奉主的名，肾脏癌，哈利路亚，骨癌，主啊，血癌，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所有一切妇女的疾病，哈利路亚，妇女的癌症，子宫颈癌，哈利路亚，主啊，腹癌、腹膜癌，奉主的名来祷告。还有那个癌症复发的，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主啊，你知道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极大的软弱，在化疗的过程，主啊，主啊，主啊，那个身心的折磨。可是主，我们相信，主，你要这样坚定来守护每一位。主啊，我们赞美你，从一些癌症的折磨里面要得释放。哈利路亚，你怎么宣告那个乳癌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哦，主，我们赞美。哈利路亚，主啊，希利亚的喉癌、口腔癌、鼻咽癌都要得医治。奉耶稣的名，主，我们为这眼睛的，主啊，那个白内障、青光眼，主啊，视网膜病变，主啊，黄斑部病变，奉主的名来祷告，主啊，宣告那个医治，宣告那个平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那个鼻子不明出血，奉主的名宣告得医治，得医治。哈利路亚，库罗西克利亚拉巴巴巴巴拉嘎巴塞，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那个主啊，那个糖尿病的要得医治，高血压要得医治，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我们赞美你，主，你也按手在一切的心脏里面，主啊，我们宣告，主啊，那个心律不整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来祷告，主，我们来相信，哈利路亚，哦，主，你自己来守护你的孩子，哦，卡巴斯利亚拉巴谢利利亚，主啊，一切颈椎、腰椎，主啊，胸椎，主啊，主啊，主啊，那个钙化，主啊，我们赞美，还有那个骨刺。奉主名来宣告要得医治，脊椎盘突出要得医治，主啊，那个膝关节炎得医治，奉耶稣名，膝关节炎得医治。哈利路亚，一切退化的问题，奉主名，主啊，我们命令他宣告，主啊，要止住。哈利路亚，停止一切的退化。奉耶稣名，我们相信你。哦，主啊，主啊，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哈利路亚，卡纳斯一切的失智症得医治。哦，主啊，主啊，卡巴西利亚拉巴巴巴巴的尤卡巴西利亚，一切的子宫肌瘤，奉主名命令。让它消失，哈利路亚，一切的囊肿要消失，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主我们祷告，主我们相信，哦，主啊，主啊，卡巴西利亚拉巴谢利利利拉巴塞，哦，主啊，那个耳鸣要得医治，哈利路亚，克利亚拉巴西克利亚拉巴修科那卡巴西克利亚拉巴谢利利，哦，亚卡卡卡卡西利亚拉巴，主啊，那个肺部的肿瘤得医治，哈利路亚，主我们就相信，哈利路亚，主啊，那个缺铁性的贫血。主啊，地中海贫血都得医治，那个失眠障碍症要得医治。主啊，让你的儿女可以好好的睡觉。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主啊，忧郁症、躁郁症，主啊，所有的自残行为要停止。奉耶稣的名来祷告，来相信。哈利路亚，卡巴西利亚拉巴修科拉卡巴西利亚。哈利路亚，奉主名来宣告主的恩典。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怜悯。哦，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也宣告那个夫妻失和的问题。主啊。主啊，主啊，我们祷告你的恩典，你的爱要更多的充满在你儿女的身上，宣告家里要平安。哦，主啊，夫妻的关系要平安，哈利路亚，亲子的关系要平安，婆媳的问题要得到解决。奉耶稣的名，奉主的名来相信，哈利路亚。主啊，有人要买房卖房，奉耶稣的名，主我们相信，主啊，一切的资源都在你的里面，主啊，你要把最好的买主卖主带来。奉主的名相信，主啊，有人还在官司的缠讼当中。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平安，平安。哈
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你要掌管法官的心，主要为着你的孩子有一个最公平的判决，主我们就将来相信，相信你的恩典，相信你的怜悯，主啊我们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知道万人的心，主啊如果有人主啊还来不及写在聊天室上一切的需要，主我祷告奉耶稣里面宣告平安，宣告平安在你的儿女身上，主啊你的儿女要平安，你儿女的儿女要平安，家庭要平安，职场要平安，教会要平安，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哦主啊主我们就这样求你来怜悯，求你来施恩，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你垂听我们所有的祷告，谢谢主，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主你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哈利路亚，主你是耶和华尼西，是为我们征战得胜的神，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可以彰显主的荣耀，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祷告没有灰心，让我们没有放弃，虽然有的时候在疾病的过程或在陪伴的过程，主你知道你的儿女身上的软弱，有的时候也会有放弃的想法，可是神啊神啊，求你顾念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因为照着圣经神你的话鼓励我们，主你说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主你鼓励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知道你掌管这一切，所以主啊主啊，我们要坚定的依靠你，我们要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谢谢你成为我们的神，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守护我们，让我们这一生因为有主，我们的心就没有焦虑没有害怕，我们就是把一切都放在神的手中，求主来顾念，谢谢主的恩典，谢谢主的恩典，这样怜悯顾念我们每一个在网路上的家人朋友，感谢主的恩典，谢谢主谢谢主， Amen。我向你唱首爱的歌，每一天每一夜需要你恩典与怜悯，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擦去我羞愧过去，赐给我新生命，祝我永远不离开你，唯有你是我避难所，你的圣灵居住在我心，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渴望能见你面，依偎在你怀里，永不离开你同在，我心因你改变，我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我向你唱首爱的歌，每一天每一夜需要你恩典与怜悯，让世界知道你拯救我，擦去我羞愧过去，赐给我新生命，祝我永远不离开你，唯有你是我避难所，你的圣灵居住在我心，一生要紧紧跟随你，每一天我要更多亲近你，渴望能见你面，依偎在你怀里，我一生永不离开你。
同在，我心与你改变，我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我不再像从前。